哎，郑姐姐，今天来到哪里？哎，我们来到这个达曼舍利奥斯汀的马吉波。哇，你知道吗？哎，知道什么？他们已经提升 upgrade 了，环境改变了，所以现在我要带大家进去里面看一下，到底是怎么样的，有没有想？快，快进去！啊，走走走。这里装修后的装潢和环境变得更加的舒适嘞，然后橱柜也摆了很多老板喜爱的古董啊、珍藏品啊，哇，真的好有这个复古风味的气氛，让我们想到在家乡用餐的这些美好的回忆哦。哎，哇，满桌子都是食物，大家看到没有，流口水。哎，今天这么多的这些食物，我们点了什么呢？这个是海南炒面，对，还有它的三个不同口味的这个吐司。哎，我们点了这里的招牌，这个阿婆三文治、鸡蛋芝士火腿吐司、cheese 火腿葱花吐司，这一个是蜜拌冻加一个大大字的鸡腿。好，马来西亚人最喜欢吃的其中一样哦，这一个马来美食就是这边的龙头。Yes. 你看到吗？那边最大份的那一份就是我们点的这个黑胡椒酱的这一个炸鸡排啊，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一个什么rendang chicken， 对 yeah， 还有饮料，我们叫了一个coffee bean， 还有一杯chendol bean。姐姐，多数是外面嘛，新年期间这样会不会有遇到找不到东西？是。肯定哦，因为新年嘛，每个人有新年，所以啊，你有什么好看？当然有好看啦，这个马吉波在这个新年期间是照常营业嘞，所以那些吃外面的朋友不用担心哦，一定可以来到这边，每一天吃一不一样的食物都可以啊，非常棒。记得来这个马吉波在哪里呢？在这个达曼舍利奥斯汀。哎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新年一定有好去处了啦，对呀，吃东西没有问题了啦。是啊，是啊。哎，拜。